这个就是一会儿我们的食物，老子。这个是珠子，我们真的今天晚上吃珠子吗？嗯，对，然后住在山洞里面。这个洞穴，是个洞穴。洞穴吗？洞穴，怎么可能住在山洞里面？来，看那个瀑布没有？哇啊！就住在这儿嘛？那你是个骗子呀！哇塞，还是真正的酒店。对，这个是一个。你看，还有瀑布，就是。有一个瀑布在那，不是说故意去制造的一个风景，而是它的天然的就是一个这样的瀑布，非常的难得。我现在想发一个照给我的老公发，说我住在山洞里面，知道吗？他不相信。邀请他一起来。